垃圾徵費下星期一在14個處所先行先試，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相信不會所有人都參與，盡量希望在一個嘅試行裏邊咧，即係可以比較模擬到嚇，即係近一啲嗰個真實嘅情況啦咁樣。所以我哋雖然咧，我哋係免費供應嚇，即係膠袋，但係我哋就唔係派上去每一户嗰度嘅。我哋咧會係擺喺啲管理處嗰度，係咪嚇？即係咧就叫佢哋自己要落嚟攞嗰啲嘅膠袋嘅咁樣嚇。咁行落嚟攞本身啊，即係都啊睇到嚇佢究竟有幾願意做咧。你可以看到就係話一個我不需要錢的情況嚇，我只是下嚟攞啫。咁譬如嚇佢個參與率係咪啊？即係會唔會百分百咧？咁樣嚇，咁我相信我認為不會百分百嘅。如果是咁樣嚇，都係得啊五成人參與嘅啫。咁你可以估到如果我哋真係要收費的時候咧，咁一定是少過呢個比例啦。